1965年呢、啊，山西省侯马市出土了上千片侯马盟书，是春秋末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。结盟的誓言是用毛笔写在玉片或者石片上。如今，那场乱战硝烟早如风般流逝，一代枭雄亦化为尘土。但曾经的血与火、忠诚与背叛，曾经那一颗颗悸动不安的心，侯马盟书正在诉说。